现在我就把水果摆在这个路边了，摆在这个路边，两筐两筐看起来多一点。我昨天本来拿一筐的，一筐看起来太少了。如果再多拿几筐的话，就更加规模大一点了。现在准备就在这里摆呀。好像过路的人都没有啊，这里过路的人都没有。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今天去卖苹果，卖了150块，我拿货拿了260块钱的苹果，卖了150块，还差110块就把本钱卖出来了，现在还剩下这么多，大的都被人家选了，现在就剩下这些小的了。你们说这么多苹果还能卖110块钱吗？刚开始我卖的是10块钱三个，然后后来卖的是10块钱三斤。10块钱三斤的话就亏本了。因为我没有称，没有胶带，送给旁边卖橘子的，送了2个苹果给他了。因为我用他的胶带嘛，然后借用他的秤，然后后来他回去了，我又用那个旁边的借他的秤，然后我又送个苹果给他吃了，然后我自己总共加起来吃了3个苹果吧，所以还剩下这么多。现在这些苹果就是小一点的苹果了。我想明天卖10块钱10斤，10块钱10斤的话，你们说这么多苹果能把本钱卖出来吗？还要卖110块钱，我的拿货的本钱就出来了，邮费啊那些就卖不出来了。